菩萨们啊，感恩哦，让我看到了果实累累啊，非常的感动哦，真的实在是很感恩，也很幸福，很满足，因为看到了普天下菩萨的种子啊，一粒一粒的成熟，而且呢，一生无量，无量就是从一粒粒的善种子啊而成长起来，我们的法就如水一样的哈，所以啊，有法来滋润人的心田。每一个人心地呢都是一亩田呐，我们来滋润心田，所以呢让这个心田充满了水分，那耕好好的耕耘它，自然呢这种心田中呢，那少少的这个种子啦，就可以呢一片利益像印尼。最开始起点呐，那是几双绣花鞋，真正的大动作呢，那这样的种子啦，布善种子的开始哈，那真正的这一片良田呐，有大地，有回分哈，有归分呐，那有这个粒粒的善种子。总是呢，在2002年呐，洪溪河呢，记得那一年因为水灾，黄义聪老居士啊，我永久永远都还会感念他哦。他就是在水灾之前，就是带了农民回来皈依哦。总而言之呢，有这样的因缘呐。不久后的水灾呢，所以才说啊，是不是请因金顿啊来考量啊，如何呢让这样的水灾赶快让它消除掉，如何呢来拯救这一大群的生活中在脏水垃圾堆中的苦难人呐、啊。真的也很感恩呐、啊，再回想来哈、哦，真的是难能可贵啦。那个时候的黄老居士呢，年龄已经了超过80，那个时候差不多是80岁的啦。那就是我就无管齐下呢，他全盘接受，回去以后那就请郭居士啦。这位没问题师兄啊，他呢什么都好没问题。我记得呢他跟我谈话呢最多的是好没问题。当那个时候很需要的要这样做可以吗？好啊，这样会用的吗？没问题，就是这样了，没问题的。还有呢很诚恳的父子行回到这个花莲来，这样的种子啦，很扎实的，就是种在心田里，一粒粒的经济吼，真正放在心内里呐，那真正的呢，勤耕福田呐，散布种子啦，就这样开始了，有一粒粒的种子啊，那在这个印尼的。实业家、企业家呢，就是这样的号召之下，清安开河啦。那这个盖茨基村，还记得那几年呢，一直发放白米。那每一次在发放龙年的这个团体集团呢，高级的这个主管都出来动员，我们的企业家呢都是一直出来哈、哦。那一段呐、啊，连刷龟裂吸干哦，每个月都在发放这样的，到处飘的米饭香啊，这都是在那几年呢，真正的很扎扎实实
在造福，所以印华呢都安很和谐的啦。那印尼人感恩华人的爱的付出，那华人呢也感恩印尼人的这种企业哈、哦、都需要工人，就是彼此感恩，互相互动，有爱有感恩啦、啊。这样的社会呢，那就美好起来啦，那就是安邦定国啦。那印尼的这种的真辉煌的哈、哦、的成绩啦，已经看到了整个印尼呢丰富起来。金光集团呐、啊、也是一样啊，龙年以师父有约的一百万，干那业集团来的哦。要一百万，今麦阿哥差二十几万尔，真的要这七十外万啊啦，那搁再二十几万，看到了他整个集团里面呢，哦，都是慈善工作、教育工作、难民的这种的辅导，给他的执行等等啦、啊，他也是要以慈济的慈善人文去进行的，也是同样。跟我们都是一起呢，这样的哦，合而为一啦，这实在是哈、哦，付出无所求啦，每一个人都是尽责任哈、哦。看，这真的是木星，这是我向了全球慈济人呐、啊，都说不是为了募款，是要木星，但是呢，我们所从事的是。这个爱的工作，那就是为苦难人而付出。苦难人的付出是很具体的物质，所以物质呢总是要有形有量去付出啊。但是我们要切莫的是心，有心它就有力啊，它就付出了行动。看看印尼做到这么成功哦，四大事业呢就这样的奠定在印尼里，所以让印尼真的造福人多啊，每一位企业家呢都是付出无所求。在云南的正基寺啦，张国尼呢他在那里呢，那云南呢福缘也是很大，他也都很付出。你讲吼，无做到啥，好代志我做了拢袂紧，真的是很都是缩小自己，这就是他们那里的企业家的缩影。大家都是啊，做很多都是无要讲吼，做多那缩少啦，很令人感动吼。所以啊，静思法脉，静如水，真的呢。这种的清净啦、啊，如水一样哦。那因为呢，像各位呢，企业家哈、哦，他付出无所求啊，做鬼都没给力啊，所以呢，静思法脉，静如水啊，就亲像清净的水啊，它可以呢，滋润慧命啊，善种子，那亲像水洗涤了我们的贪。念的贪名贪利的哈，这样的已经洗涤掉了，不为名利呢而贪着，而做慈善不是，做了总是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感恩哦，这呢都是呢，净思法水有吸入的心哈，还有呢一直在滋润慧命啊，各位菩萨。你们的慧命不断在成长，所以慈济宗门呢如大地，你们已经开启了慈济宗门，像一片大地一样，三国帝后啦，那印华总哈、哦，那三国帝后呢都是隐藏的华的种子在，各位期待大家呢都有这一份的净思法脉。如净水，那滋润慧命啊，那善种子啊，
还有呢，慈济宗门呐、卢大帝啦、三国帝后呢、印华总哈、把这个法的经济都是蕴藏在这里，那不断哎成长起来，这是对大家的期待。